江南四大才子之首的唐伯虎，号称诗画双绝，文武兼备。唐为人潇洒不羁，不贪图功名利禄，但传说中唐却有一次不为人知救国救民的英雄事迹。这一切要由那个晚上唐跟好友祝枝山一次夜游玩乐说起。哎，唐兄，请请请！哦，怎么样？这里很漂亮吧？不错不错不错啊，非常好。哦，哎呀，好久不见！哎哎，这边请，哎这边。哦。公子，叫我。公子。哎，这位姑娘啊，哎，这个也不错。我小心。家颓发，有点斤两。霸王谢家，夏家的人。杨晨，莫要生事，对不住了，兄台。哼，皇上，这里鱼龙混杂，我看不宜久留。宋安，朕这次微服出宫，你知道到底为什么吗？当然是深入群众，体恤百姓。错，当然是避开那个母老虎，出来放飞自我啊！今天有什么表演啊？今天晚上是王百万的生日，他肯定把这附近所有的头牌美女都请过来，反正今晚谁拿的花红最多，谁就是花魁。有意思有意思。这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谁说异域风情一定是西域土蕃女子啊？堂兄，好戏在后头。刚刚那个姑娘就算了，这个后面跃跃欲试的这个，他真的是触到我底线了。这个世道到底是怎么了？还是这是我的问题吗？台上那个不就是王百万本人吗？他花那么多钱办这个晚宴，目的就是要男扮女装逗我老婆开心。你要是不想看，就当没看见算了。哎呀，浪费时间。哎呀，好，我赏3000两。10000。我还能输给这个土鳖？你有多少钱？拿来。你还不知道我哪有钱啊？哎呀，皇上，低调啊。低什么调？这难得出宫一次，当然要尽兴了。给我文房四宝。我这幅画可以抵5000两，赠与这位姑娘10万两。皇上，这10万两如果从国库里出的话，娘娘那儿不太好交代啊。我呸！那皇后来压阵。不过你说的对啊，这10万两肯定是要给的，你来搞定。
要不然再画一幅。哦，对对对，二位不必争了。小女子途经此地，一时寄养，并无争夺花魁之意。换另外一个地方再去喝酒啊！不过，朕现在要去茅厕。哦，臣陪您去吧。去茅厕你都要陪，是不是偷窥朕呢？臣不敢。你就在下面等，然后想一想还有什么地方好玩。哈，朕今天要不醉不归。有钱了不起是吧？欠扁了你！打死你！打死你！啊！是吧？唐伯虎兄，你为什么打我村民啊？做这么痛快的事，如果不留下姓名，留了锦衣夜行，多委屈是吧？也对啊。那你为什么不喊你自己名字？我是小橘子嘛，我是没东西。哎呀，累死我了！走了，记住我的名字，唐伯虎。哎呀，走了，走走走走走，这下不用去茅厕了。唐伯虎。明天皇上会亲临江南诗画会。我呢早就放出去消息，要将家中供奉的宋徽宗的真迹百鸟朝凤图拿出来献给皇上。但我想起三年前我早将此画抵押了1000两银子出去喝花酒了，要是到时候我拿不出画，那就是欺君之罪啊。堂兄诗画双绝，请帮我再画一幅百鸟朝凤图啊。堂兄可以开始了吧？别吵我啊，我正在回想当初我第一次看到百鸟朝凤图时的细节嘛。明明看你面容猥琐，神情淫邪，你应该是在想女人啊。别胡说八道。哎呀，堂兄，你知道吗？这做旧画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啊？嗯，墨汁。没错，这画纸、画笔都很容易模仿，可是墨汁的颜色、触感还有分化的程度是最难模仿的。一般人的做法是用老旧的砚台来研墨啊。我早就准备好了，堂兄，你看，这是宋徽宗用过的。哎，颜色浓郁，历史悠久，价值连城。堂兄你，哎呀，哎，这个好，可是我不需要这个。我，哎，不，哎呀，哦，在临摹的时候。一笔一画都要非常精准。
厉害，还差一点。嘴巴张开，张大一点，再张大一点。啊！啊！这是磷酸，它能够迅速的腐蚀化纸，做出风化残旧的感觉，也能够增加这化纸的透光度。大仙，这东西对人没影响吧？一点影响都没有。这画呢，给它晾一个晚上，明天我们就可以瞒天过海了，收工。来，过来，文哥，看一下。哎，下一个，走吧。哎，走吧，走吧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哎，文哥，怎么样？看看，走吧。哎，啊，堂兄，这通缉犯不就是你？你得罪谁了？我没有啊。那怎么办？算了，有备无患。朱兄，那啊，原来堂兄还有这一手、出来行走江湖，没有一技傍身怎么行呢？有你的，走走走走走走。平山雪花儿，你说这皇上怎么戴着面纱呢？难道是怕晒黑吗？你有没有发现，这个人走路的姿势好像似曾相识啊？糟了，这不会吧？哎呀，下一幅是由苏州祝家所献，宋徽宗御制的百鸟朝凤图。在下的性命可就在你的手里了。放心，就是宋徽宗复活，也未必看得出来呀。走走，禀皇上，在下这幅画那是宋徽宗亲手绘制的《百鸟朝凤图》。他是用写意的手法，假的。他那幅画是假的，怎么回事？回禀陛下，《百鸟朝凤图》的真迹在草民手中，祝枝山的那幅那是假的。这一大清早，千里迢迢来这里赏画，你们竟然用假画来忽悠朕！来人，把他们拖出去砍了！快快快！皇上，您刚才在睡觉啊？皇上且慢，皇上且慢啊！启禀皇上。我看应该是这位兄台他被人家蒙骗买到了假画，这个百鸟朝凤图一直都是在祝兄家里面，世世代代视若珍宝，这是全苏州人都知道的事，对吧？对、你胡说，前几年他喝花酒钱不够，就把这幅图倒给我爹了。你看他亲笔的当票还在这儿，陛下。哎，肯定搞错了，怎么可能？不可能啊！这位祝兄为人刚正不阿，我看应该是有人冒充祝兄，然后就把这幅假画当了给你。哎呀，你呀、只会看人不会赏画，现在被人骗了，能怪谁啊？哎呦，好了好了，既然大家各执一词，倒不如细细的品鉴一番。宋安，你代表朕去看看。是皇上。皇上，黄衣书生这幅画法全面，五行相参，寓意着四海升平，天下归附，圣主英明。此乃宋徽宗笔迹。至于第二幅画，也是真画。啊？什么？两幅都是真画？皇上有所不知，作画的宣纸实则有三层，有一些奸商把一幅画拆为三层，他就可以获得三份利润，所以说这两幅画实则为一幅，都是真画。与朕所想不谋而合呀。啊，宋安，朕故意考考你，你过关了啊。既然如此，那就都放了吧。啊，下去。哎，辛苦了。回南王道。
真的是你？是我。我们太有缘分了。并非有缘，而是我在寻公子。啊？昨夜见公子作画，潇洒倜傥，诗画双全。哎呀，若公子不弃，我愿以身相许，侍奉公子左右。好啊，姑娘。好啊，姑娘。堂兄，没想到你现在的口味都达到了这种境界，难怪你看不上昨天的那些永植酥粉呢、啊。别说了，咱们还是走吧。姑娘，走吧，走吧。姑娘，冯达，你不好好在闽南待着，到这里干嘛？臣知道您素来喜欢赏画，嗯，正巧呢，臣这里也有一幅拙作献赏，望皇上品鉴。嗯，这位女子是谁呀？过来见过皇上。皇上，此女唤作淘宝，是臣府上的丫鬟，未曾婚嫁。哎呀，真是暴殄天物！那么娇弱的女子，你教她做这种体力活，我看她肯定是内外俱伤，全身劳累。来来来，朕帮你检查一下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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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皇上，是时候看画了。图中这八名女子都是臣的妹妹，在闽南也是小有名气，于是臣着人画了这幅八美图。这才叫画吗？刚才那些什么，哎呀，山水动物禽兽，那些真是浪费时间呐。这，哎，冯达，刚才你说这个八个都是你妹妹？正是。但是你这副尊容，你不会是贿赂那个画师吧？皇上明鉴，他们是臣的义妹，只可惜没有这个福分，他们这次留在了闽南，没有随臣一同北上，未能一睹盛筵，实属遗憾呐。不遗憾呐，朕直接去闽南去看他们就可以喽。闽南的百姓们也等着一睹盛筵，谢主隆恩。万万不可呀！此次南巡，所有行宫住所都已经安排好了，若贸然改道，恐怕皇后娘娘担心呐。宋安，人家闽南王千里迢迢的来看我，我肯定要千里迢迢的去报答人家，这叫礼尚往来。你们年轻人不懂这些礼节啊！黄公公，有时间教教他啊！啊，现在我们马上收拾行李，尽快赶往闽南。兄，你每次出来喝酒都是左拥右抱，风流倜傥，今日如此郁闷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他是丢了魂魄思春了吧？拿下。是是是。等等，你们凭什么抓我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百鸟朝凤图是假的，你用凝酸把画纸做旧，颜色和质感看不出，但你忽略了一点，画纸变薄了，旧的话不可能这么有弹性。那你那天怎么不说？现在也不迟。哎呀，走开！事到如今，我必须要站出来说两句。实则那个假画的事，全都是他指使的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！请大人饶命啊！而且我可以主动揭发昨天皇上被殴打的事，主谋也是他，我可以做污点证人的。好你个祝之山，就算不看在我们往日情面，你还记得我刚给你作画救你命的事吧？哥，你也说了，死两个不如死一个嘛，那你就辛苦点了。而且昨天宋大人看破不说破，他才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是不是啊，大人？好了，祝兄，没什么事，请你立刻消失。哎，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。堂兄，随我走一趟吧。我知道了。从老祝找我画画到现在，所有这一切，都在你计划之中，对吧？
你带我来这儿干嘛？不是应该去衙门吗？万一去了衙门，堂兄可就出不来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倒不如帮在下一个忙吧。我就知道你这个人费尽心思，肯定有问题的。此事事关重大，不得不留一些堂兄的把柄，万万不可相告。实不相瞒，在一个月前，我的同门师兄浙江知府曹不帆曾上书弹劾闽南王冯大，横征暴敛，赋税繁重，民不聊生，没想到却反而招来了杀身之祸。就在他临死前交给了在下一幅画，我得知堂兄诗画双绝，所以想请你帮我参详一下。画工那么差就别画了，写字就好了。你说这羊还是牛啊？堂兄，在下不是让你来评价画工的。可是你这画神仙也看不懂啊，你还是拿过去吧。既然如此，皇上去闽南之行十分凶险，不如堂兄随在下走一遭可否？这都是你们当官的事，与我何干啊？此言差矣，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如果堂兄此次立功，在下一定禀明圣上，帮你恢复状元身份。你会这么好心？一个状元对于我们宋家来讲何足挂齿，况且淘宝姑娘也在随行队伍当中，你知道皇上对她的意思，这样她可是非常危险。对啊，那个老淫棍。在下担心的并非皇上，而是皇上身后的张皇后。您知道她为什么没有纳妃吗？因为张皇后手段强硬，嫉妒心重，倘若让她知道了淘宝与皇上的关系，那么……若是堂兄愿意与在下前去，混在随行的队伍当中，不但可以保护陶姑娘的安全，而且在适当的时机，我也可以撮合一番。好，那就随你走一趟吗？有劳堂兄。过得还习惯吧？你说呢？竟然让我这种英俊不凡、潇洒倜傥的人当太监，真是……不是当，是装。你也知道，皇帝身边的人挑选非常严格，皇公公年纪大，眼神也不好，所以当太监才能万无一失。我知道，那我现在这个身份怎么泡淘宝啊？你这样的身份泡淘宝更方便。好像有点道理呀、啊！来，快点，快点跑！所为何事啊？宋安，那个丑牛头，我好像悟到了什么。来，给我看一下。好，太好了。哦，对对。
对，唐兄，你告诉我呀，对什么呀？对，你别卖关子，你告诉我。唐兄，唐兄，对不起，我手滑，风又很大，你还好吧？宋安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你看你全身都湿透了，这样不好，会感冒。没事，没事，我有毛巾。来，赶紧擦，擦，擦脸，擦脸，眼睛，使劲擦，使劲擦，身体，胳肢窝，对，肚子也要。唐兄，啊，为何我如此的痒啊？不可能啊，我来看看毛巾。哎呀，谁这么变态，把辣椒粉放在上面？我眼睛看不见了，你还在吗？我在，兄弟我在。我听那声音，看不到你人。没事，我带你去洗澡啊，洗完澡就没事了。来，起来，好，来。进洗澡，哇，你眼睛没事吧？我眼睛怎么了？就是有点红，不过不怕，还是那么帅。那就好，赶快去洗，洗完就好了。谢谢唐兄。哎呦，来，苏安，我现在帮你去洗衣服。你洗完澡呢，就有干净的衣服穿了。多谢堂兄，早去早回啊。肯定的，等我。堂兄，美女。哎，有一阵子不见你，为什么胖了那么多？啊，喂，有资格。护驾！皇上，皇上，我是宋安。宋安，不是，你是乞丐。我是宋安，如假包换的皇上。你是假扮成宋安的乞丐，如假包换。不是，皇上饶命，我真的是宋安。死宋安，骗我来做太监，此仇不报，我就枉为江南第一才子。皇上，此处便是有名的熔岩湖，相传有条神龙在这里养伤，久而久之，龙蛋混血便形成了这熔岩湖。传说就算是虚弱不堪的兔子，在这里都能虎虎生风，少女在这里跑过，皮肤都能变得晶莹剔透，温润如玉。哦，如此神奇，大家连番赶路都已经累了，今天晚上就在这里休息。皇上，依微臣看，此处树林茂密，地势凶险，我看就……宋安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这里山明水秀，正是朕的后花园。朕决定了，今天晚上就在这里休息，大家也可以这会儿去溜达溜达。传令下去，全军休整。走。皮肤白皙似雪，年轻十年。大家走快点！娘，快点，我帮你。为什么这回这么聪明，都能假装成树木来偷窥女孩子冲凉？试问历代皇帝，谁会有朕的智慧呢？好意思说，你们是不是都去吃夜宵了？吃完了才来救朕啊？哎，你是谁啊？
干嘛在这里？启禀皇上，我当时呢听到了一声巨响，就马上赶到了现场，没想到看到十几个黑衣人竟然在偷袭皇上。那个为首的面容猥琐，招式卑鄙，我尽力的把他们击退，没想到还是让他逃走了。哦，竟然留下了这个东西，你看，果然是唐伯虎这个狗贼。哎呀，不过还好皇上你当时虽然头被蒙住，可是你武功盖世，神威不减，以一敌十，不落下风。微臣当时什么都不想，哼的一声我就走过来把他们击退，还好有皇上你的鸿福庇佑，我就只受了这点伤。哦，做得好，朕会对你重重有。啊，唐伯虎，你就是唐伯虎。你这次真的是自投罗网啊，冯达。是，给你立大功的机会，把这个狗贼给我抓了。来人，拿下。且慢，你还狡辩什么？皇上，我真的不是唐伯虎。嘿嘿，自从第一次朕被你打了之后，朕就把你的通缉象留在了身上，警惕自己。冤枉啊，皇上。我知道，我的确跟他长得很相像，可是我的脸其实是整容回来的。我之前的确是跟这个狗贼长得有点相像，可是后来被他看到之后，他竟然逼我去整容，整得跟他一模一样。从此之后，好活他去享受，苦活就全部我一个人受，渐渐的我就成了他的一个工具人。没想到这个不要脸的东西竟然科举舞弊，还东窗事发，名声一落千丈，可怜我实在是走投无路，才到宫里面当了一个小太监。原来你也是受害者，不过空口无凭，你有什么证据？皇上，皇上你想想，如果我真的是唐伯虎，我干嘛留在这儿束手就擒呢？其实就是因为我长得跟他像，一直我都低着头不敢抬头轻易露脸，可是刚刚我看到皇上你有危机，我就是豁出我的生命我也必须要来护驾，哪怕这些人真的误认为我是那个狗贼，我也在所不惜。不过我真的相信我对皇上的这一片忠心，您的英明神武一定能感受得到，对吗？朕终于明白这件事情了，因为你从小就跟唐伯虎这个狗贼长得一模一样，所以你就会自卑，直到你看到朕被那个狗贼欺凌的时候，你终于坐不住了，豁出性命来救朕，这就叫做忠肝义胆。朕说的对不对？是是是是是。爱卿，从此以后你就留在朕的身边，做朕的御前太监。谢主隆恩。现在已经是夜深人静了，大家说话不要太大声，会吵醒左邻右舍的，都回去睡觉吧。啊，好吧，睡觉吧。你手受伤了，我帮你包扎。淘宝姑娘，你真的是人美心细，连包扎个伤口都那么别致，太好了。对了，我刚看到一本诗集，没想到你爱读诗。宋公子的诗忧国忧民，心系天下，小女子也是十分崇敬的。这是没营养的东西，别看别看，把它丢了。你不要胡说，宋公子乃是新科文状元，是有真才实学的。我最欣赏那种忧国忧民，以拯救黎民苍生为己任的男子了。实不相瞒，那兼济天下呢，也是我的个人信条。不过这世界这么大，淘宝姑娘你绝对绝对值得拥有更好的。我这里有一本唐寅诗集，意境高远，潇洒不羁。我就
随便乱画的。那我就随便收下了。好，喜欢吗？漂亮吗？主子，信到了。军粮筹备的怎么样了？再过一个月，便可筹备齐全。嗯，是。这个好看。这是什么烟花呀？我都没有见过，好好看啊。这是我一个叫阿里的朋友，阿里的爸爸呢是专门从西域那边进口烟花的，我就买了点来玩。那个是什么字啊？这是个洋文 I love you， 意思就是你好啊。你好，你跟着我念啊。I love you. I love you. 我不说了，我感觉你在骗我，我才不说呢。桃宝姑娘，如果我不是个太监的话，你会喜欢我？你说什么呢？你是太监，我也喜欢你啊。真的吗？我们是好姐妹，不是吗？是。那个我也没见过，那个是什么呀？那个、这个也好看，整个天空都是，太好看了。黄公公，您叫小的。小墩子，听说你最近与皇上走得近。那杂家问你，皇上突然改到闽南，可有什么心思？这小墩子，你要知道，咱们做奴才的，凡事不用多想，只需记得忠心二字。啊，当然，小墩子对皇上的敬仰如滔滔江水，天地可见。老朋友，你来了。这位是大内的李公公，皇后娘娘的心腹。李公公，咱家这次来就是听说有人在皇上耳边吹了妖风，表面南巡，其实就是带着皇上四处玩乐，可有此事？小墩子不太清楚。我听闻乃是淘宝这个妖女迷得圣上神魂颠倒。据奴才所知，是皇上死缠着人家，要是有问题，是皇上有问题才对啊。一派胡言，明明是那个妖女不知廉耻，咱家这就替皇后娘娘除了这个祸患。带路吧。这，李公公，快去带李公公杀了淘宝那个妖女。这，小心啊！这边。小墩子，你在干什么？还不快走。哦，是。这是哪儿还没到吗？哦，快到了。哎，你看。小墩子，咱们走了这么久，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？难不成淘宝这个小妖精住在这种地方？妖精嘛，这妖精肯定是住在洞里啊。这里一片漆黑，到底什么地方？这啊，光明顶。刘进，今天就让你死在这里。好大的胆子，报上名来。叶孤城、陆小凤、西门吹雪，你们就是传说中的三大高手。可这里是光明顶，哎，你们怎么会到这种地方？难道是走错片场了？
咱们今天在这光明顶就杀了这烟狗。你们两个对付李无忌这个大魔头，另一条烟狗我交给在下。三条杂鱼一起上吧，小段子，走开。小墩子，还不快带路？这，李公公，对不起，小的的肚子疼。您一路往北走，就是那个贱人的住所。哎呀，小的不行了，要去方便了。不行，得赶快告诉淘宝。陶姑娘，陶姑娘，大事不好了！公子的。我与淘宝姑娘乃是旧相识，堂兄为何如此惊慌？哎呀，不知道哪个杀千刀的竟然跟皇后打小报告，皇后现在找了一个高手太监要杀淘宝姑娘。这事是我禀报皇后的。什么？你告诉她的？你神经了。我本想把皇上假借南巡实则烈焰之事禀报皇后，好让皇后劝皇上回京。你将会害死淘宝姑娘的。那个阴阳人他真的很变态，动不动就大开杀戒，你知道吗？不会的，只要我与李公公动之以理，他会相信的。你真的疯了，疯了！来，跟我走。哎呀，走。小墩子，我不会跟你走的。公公，在下宋安，新科状元，特地前来和公公解释。等咱家先杀了这个小妖孽，再听你解释。宋公子，你没事吧？快走。对不起，淘宝姑娘，我为了闪亮登场，特地换了这身衣服，让你久等了。小墩子，其实我乃江南四大才子之首，人称潘驴邓小贤的浪里小白龙，唐伯虎。原来是个假太监，我还以为你走了呢。开玩笑，我怎么能让淘宝姑娘落在你这个阴阳人的手里呢？就凭你，能拦得住我？试试呗。不错不错，再来。啊，你少嘴硬，我都已经发现了，你每次
只会躲在人家背后出手。哼！你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？你管我？对不起，我打架，打架用脑子，用脑子，你知不知道啊？求求你，知不知道？求求你，别再打了，打架用脑，知不知道？嗯，不错啊。皇上，你看那边。哦、哈哈，漂亮。嗯，皇上，哎，这里呢就叫做春色园。嗯，相传是元朝的元惠宗下令修建的，每到初春时节，他就会带着妃子们来这里住上一段时间。说到后宫佳丽，冯达，八美图里的那些美女呢？前些日子是闽南的传统佳节，都回老家去了。朕千里迢迢的来到这里，你居然跟朕说这个，你是不是跟朕开玩笑？皇上，稍安勿躁。你看。快来呀、啊！一蓝梅三菊五竹七，好好照顾皇上。皇上，您请稍作休息，慢慢享用。那这就不客气了，请吧。美女，真来了！来吧，美女。真的是和曹不凡画的一模一样，这何以见得？都有一头牛。这画，画工细致，但意境一般，我看应该不是大师之作。这宣纸也和正常的没什么区别，难道是用在特殊情况下才能显现的颜料吗？也不对啊，这冯达是怎么看的呢？堂兄，堂兄。你为何画得如此快啊？这算慢的啊，有时间在这边唧唧歪歪的，不如拿回去慢慢看。来，把这张放回去，那张带走。嗯，哦，快快快，是你们。大半夜的把朕给吵醒，哎呀，喂，到底什么天大的事情啊？启禀皇上，刚才微臣的属下在巡查府邸时，发现此二人鬼鬼祟祟，行迹十分可疑，臣不敢妄自决断，还望圣裁。嗯，你们干什么？搜身。是。哎，慢着。嗯，你还敢反抗？皇上，事到如今，臣有一事相告。嗯，其实我与小墩子一直有私情。嗯，你胡说什么？不然怎么办？怪不得你一直不好女色。还有，你有没有喜欢过朕？臣不敢，一直以来，我与小墩子惺惺相惜，引为知己。他填补了我的空虚，我充实了他的人生。就在今晚，月色温柔着，不是和煦，我俩准备找一个幽静的地方吟诗作对，深入
了解。够了，不要再说了，朕要吐了。夏大人，如果你一定要搜他的话，那就先搜我吧，但记得轻一点。慢，只是一场误会，小事一桩，以后你们两个检点一点，知道吗？微臣知道了。皇上，就这么放过此二人吗？他们只是吟诗作对啊，没有做什么坏事啊，更何况已经夜深人静了，现在我们说话不要那么大声，会把左邻右舍吵醒的。做人要有点公德心，明白吗？是啊，大家都困了，回去睡吧。哎呦，睡吧，慢着点啊，累死朕了。哎，唐伯姑娘，唐公子，我现在才明白你的意思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跟你抢宋公子的。唐伯姑娘，不是那样。堂兄，如何？奇怪了，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啊。怎么会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，鬼鬼祟祟的干嘛？你是不是看不懂画啊？不如我把这幅画拿到冯达那边去问他好吗？哎，别！堂兄，你慢慢看，我们有时间，有时间。爱卿治理有方，老百姓安居乐业，不错不错。托皇上洪福，这闽南虽然地处偏僻，但好在物资丰饶，勉强可以温饱。不过朕听说，闽南人比起北方人，应该更加瘦小精干一些。为什么今天所见男的都比较孔武有力？还有，为什么看不见妇女呢？这个闽南民风淳朴，妇女呢大多在家相夫教子，很少上街抛头露面。哎呀，可惜呀，可惜！这次体察民情，看的都是男的，看不到女的，那就不算体察民情啊。皇上放心，已经安排好了，您且随我来。好，走。唐宝姑娘。唐公子，走。唐公子，找我什么事啊？其实呢，今天我有些肺腑之言，一定要跟你说的。你看我假扮成太监，混在这里，其实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想追求你。冯达那个死胖子，老奸巨猾，这次把皇上引到这里来呢，肯定有什么阴谋。闽南即将成为是非之地，不宜久留。我也不管你跟宋安那个呆子有什么关系，反正跟我走才是上策。不行，公子对我有恩，我不能走。宋安那个呆子真的死脑筋的，你跟着他这样下去，大家都得死。唐公子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。哎，唐宝姑娘别走，你一个弱女子为什么要趟这趟浑水呢？跟我走不好吗？唐公子，你是风流才子，可以一个人快意江湖，但你可知道，有些人的命运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。我本姓马，我的父亲曾是全国最大的零售商，当时他还说要开发一个全天下最大的零售交易平台，以我的名字命名，结果还没等开发就被冯达觊觎资产，以罗织罪名害死了。啊，要不是宋公子，我可能早就死了。你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但我不行，我要报答宋公子的恩德，更要为我的父母报仇。哎，唐伯姑娘，啊，这样吧，来，这是我们唐家的秘宝软银甲，刀枪不入，
水火不侵，你穿着它至少我也放心一些。我不能收。哎呀，给你你就收着收着啊。其实人生在世开心最重要，不过偶尔拯救一下天下也不错。人都去哪里了？对啊。哎呀哎呀，难道刚刚的一切其实都是假象？那刚才街上那些又是谁啊？我知道了，怪不得刚刚街上一个女人都没有，应该全都是官兵。我听说这个死冯达这几年横征暴敛，税收已经收到十年之后，其实百姓根本没有好日子过的。现在皇帝南巡，他去找那些官兵来假装歌舞升平，每个人都活得很开心，其实都是假的，都是一场戏。冯达这些年搜刮的民脂民膏，一不为享乐，二不为建设，肯定是用在军饷上，准备造反。之所以没有暴露出来，是因为时机未可。可惜啊，我们现在已经身陷重围，而且我们也没有证据。我们不用证据，他不是想挟持皇上吗？我们可以以彼之道还之彼身，在今晚的宴会上安排锦衣卫将其拿下，当成我们的护身符离开闽南。我跟黄公公说好里应外合，一会儿我把酒杯扔出窗外，外头待命的锦衣卫们会冲进来救驾，把冯达一干党羽一网打尽。那时候你记得护住皇上。哎呦，好酒量！我好好，真的好滑呀！啊，好滑好滑！真喝一个，皇上皇上！好酒好酒！哎，宋大人。有没有喜欢的姑娘啊？哎，没一个，来来来，喝，来喝一口，喝一口，这就对了。再来一杯，再喝一口，好酒量。哎呦，乖啊，宋大人，来，多喝一点，多喝一点。哎呀，皇上低头。来。啊！你干什么？我。把他拿下！搞什么鬼？唐伯虎，您科举舞弊案一直怀恨在心，混进太监队伍，意图对皇上不轨。还好冯大人比较细心。早就找到了与小墩子相熟的太监，问明了情况。好你个唐伯虎啊，你打了朕两遍还想忽悠朕，真是何等的胆大包天。哎呀，还好宋大人机敏过人，及时识穿了此人的真面目，不然我们都还蒙在鼓里呢。宋安，你竟然敢出卖我。哼，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你画的那幅画，就你这点伎俩谁都看得出。拿下。喂，你苏安，你出卖我，我一定报仇。我该。皇上圣明。臣的妹妹们还在后厅等着皇上。
忘记了。左岸，快去看美女。是，快快快快快快。大局已定，你手上的是最后一张图，让他们按照图中指示行事，直接发兵北上。遵命。以我的画工，就凭这个冯达，怎么能看出真假吗？难道是细节？没酒啊，赶时间就不喝酒了。这昏君贪图享乐，处事不公，我替你鞠躬尽瘁二十余载，过劳肥成这个样子了，结果呢，你却只分给我闽南这样贫瘠的土地。冯达，你有什么要求直接跟朕说，何必劳师动众呢？啊，你现在要什么？要什么封地？要多少钱？朕都给你。昏庸无道，天下人人人得而诛之，你根本就不配当皇帝。梁臣，快拿下。是。皇上对不起，路上有点堵，来晚了一点。不迟也不早，时间刚刚好。朕现在才发现，原来你这么阳光帅气呀、啊。唐伯虎，你是不是犯贱呢？这样的皇帝值得救吗？我不是救他，我是救千千万万的闽南百姓，还有那些将在战争中被生灵涂炭的人。我们皇上虽然昏庸，可是比你们这些小人好太多了。我坐拥200,000大军，已然挥师北上，现在定已取下江浙，直奔京城。更何况皇帝在我手里，谅他们不敢轻举妄动。现在大局已定，你若是束手就擒，我可以给你留个全尸。没那么容易。唐宝，在春色园我是假装出卖堂兄，让你掉以轻心，在等待时机把他救出，错有错着，堂兄竟然解开了木牛图之谜，抽时间又画了一幅。我千里追踪，将两幅画掉了个包。现在想来，闽南军应该中了江浙两军的埋伏了吧？不可能，皇帝在我手里，没人调得动两省大军。不，你忘了吗？还有一个人，就是我们的皇后娘娘。
皇后娘娘的旨意才由李公公发出，比起我们的皇上管用的多了。这就是我那位朋友阿里的爸爸特别定制的烟花，你们都喜欢吗？混账，那我就先杀了你们，谁杀了狗皇帝，赏银五万两，封万户侯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丐帮？不是，我们是江南四大才子。兄弟们，堂兄，我们没来晚吧？恰到好处。没想到我们江南四大才子多赌债，居然都能在闽南重聚呀！这么关键的时刻，就不要提什么赌债了，鲍叔父。这些是……我们跟洪七公赌了几天几夜，他输了嘛，所以就将丐帮的兄弟借来一用。我跟他们谈好了条件，出场费每人50两，但不知道今天谁买单吧？正给。每人1000两，皇上听命啊！我们就没问题，兄弟齐心，齐力断金。你们乌合之众，梁晨，动手！混蛋，我忍你很久了，老兄，先休息啊，看我们的表演。走，兄弟们。你来，薄如蝉翼的刀刃，陶宝，配合我的刀法，钻破你的软银甲，陶宝。陶宝，
唐伯虎，我们还没打完呢。启禀陛下，冯达已被制服，所有叛徒都已被我军捉拿。宋安，你平乱有功，等朕班师回朝，重重有赏。谢皇上。哎，阳光帅气的唐伯虎呢？皇上，那儿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此番平定闽南叛乱，众爱卿功不可没，着论功行赏。第一功，皇上指挥有方，临危不乱，明察秋毫，武功盖世。胡闹，第一功当然是皇后啦。皇后英明神武，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。朕只是第二功。皇上，臣妾只是身体不舒服。第一功毫无疑问当属皇上。第二功，皇后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。第三功，两省总督临危受命，及时救驾。第四功，内阁大臣锦衣卫表现突出。第五功，让你碰这个琵琶的，啊！我只是一时寄养。哎，堂兄，你不觉得这个琵琶和我很配吗？你这个变态！哎，还给我！哎，堂兄，你干嘛？我是朝廷命官，你是不是要把你带回衙门？你就喜欢升官发财，你这个庸俗的人！我庸俗？我建议天下造福百姓，你懂吗？我不服！你给我！你们吵够了没有啊？吃饭了？哎，唐姑娘。
好香啊！吃，多吃点，多吃点。来来，这个红烧肉，这个，这个不好。哎，吃豆腐皮啊！来，这我哎呀，太干了，快点倒。这个不好。哎，吃这个，你看这个不好，这个肥呀，来吃。淘宝。